收看东京热讯息。今天要介绍日本 7-11 四月份发售的新产品，我要介绍三个甜点。首先第一个从草莓泡芙开始，它的内馅蛮丰富的，这一层是有草莓果肉的奶油，然后这一层呢是牛奶慕斯，浓浓的草莓味，然后不会太甜哦。接下来是饼干跟奶油生巧克力蛋糕，你可以知道它的饼干这一层的奶油，它的生巧克力蛋糕吃起来还蛮香浓的。最后是猴子枪苦力姆跟黑蜜内馅的绝饼，它的绝饼吃起来不是像马吉哦，很 Q， 比马吉再软一点点。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撒了黄豆粉，香香的，然后里面的黑蜜味道还挺不错的。以上就是 7-11 四月份发售的新产品，有机会来吃吃看吧。我是文，我是鲍勃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